大家总是说我的视频里要看到越南美女，这就是我找了一些越南夜生活，越南的酒吧街啊，包括它的韩国街、日本街，一些街拍给大家看一看。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女生整体颜值是不如中国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因为这个国家它也很大，越南也有1亿人口，所以你在胡志明或者是河内还有北宁这种酒吧街，你能看到的女生都是基本上是这个国家比较漂亮的女生了。所以你来到这里你会感觉啊，越南的美女很多啊，到处都是美女，比中国女生还漂亮。但这里的女生的颜值就像中国的宫廷啊，包括中国的杭州啊一些城市的酒吧街一样，你看到的也都是美女，但是它不代表这个地区的美女就很多啊，它只是说这些场所它的服务人员啊，包括它的工作人员，他们都会优先选择身材颜值比较高的，皮肤白的，身材好的，所以给大家的感觉是越南女生很漂亮。其实你如果去工业区或者是越南农村看一看的话，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。